如果视频上没有出现字幕的话，请点击视频上的字幕按钮。应用题是小学生很费脑筋的问题。有了方程和方程走之后，这类问题就变得简单起来了。这是《1001页》当中的一个数学问题。我们来看怎么列举这个应用题的方程走。这个题目里头，它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它就是问了这个树上有几只鸽子。再一个问题，它问的是树下有几只鸽子。啊，我们先来把这个题目来看一下。他说了，这个有一群鸽子。其中有一部分在树上，有一部分在地上。树上有一只鸽子，对地上的鸽子说：“他说，如果说有一只鸽子从地上飞到树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地上的鸽子就是整个鸽群的1/3，是吧？这是这个第一个已知条件。第二个已知条件，他说了。如果说从树上有一只鸽子飞到地上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树上的鸽子数和这个地上的这个鸽子的数量是一样多的。接下来它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让你求这个树上它的这个鸽子的数量，再一个就是地上这个鸽子的数量。所以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就列了两个未知数。一个就是树上的鸽子的数量，我们把它设为 t。再一个就是地上的这个鸽子数量，我们设它为 g。t 的意思就是 tree 是吧？就是树上。g 的意思就是 ground 就是地上。啊，你这个 t 啊，它指的是树上的鸽子数，g 指的是这个。地面上面的这个鸽子数量，也就是树下的鸽子数量。首先，我们来列举这道题目的第一个方程，就根据啊这个题目的第一个已知条件，来列第一个方程。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已知条件，就是这个已知条件。我们先来看，根据第一个已知条件列举第一个方程，就是方程走的第一个方程。这个画蓝颜色的这个杠杠的这个已知条件，就是这个题目的第一个已知条件。就是说啊，如果说有一只鸽子从地面飞到树上的话，从地上飞到树上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地上的鸽子数量就是整个鸽群的1/3，啊。那么也就是说，当一个鸽子从这个地面飞到树上之后，那么这个时候树上的鸽子数量，啊，因为你从这个地上飞来了一只了嘛，对吧？所以这个树上的鸽子数量就是原来的这个树上面的这个鸽子数量，再加上一，因为你飞来了一只，所以它就增加了一只。这个原来的这个树上的鸽子数量，我们设它是 t，对吧？所以飞来了一只之后，这个树上的这个鸽子数量就变成 t 加1了。
那么树下的鸽子数量，也就是地面上的鸽子数量，因为你飞走了一只嘛，你从这个地上飞了一直到地到这个树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原来的这个地面上的这个鸽子数量就少了一只，所以最后它的这个鸽子数量就是G减一，对吧？这个鸽群鸽子总数那就等于什么东西呢？就等于树上面的这个鸽子数量再加上一个地面上的鸽子数量。那树上的鸽子数量是 T 加一的，这个地面上的鸽子数量是 G 减一，对吧？也就是说这个鸽子的总数就等于 T 加一再加上一个 G 减一，这个算出来就是 T 加 G。这个 T 加 G 啊，实际上就是原来的这个鸽群的这个鸽子总数，就是原来这个树上的鸽子数量再加上一个地面上的鸽子数量。因为你这个鸽子从这个地面上飞到这个树上，它的这个总数啊，这个鸽群的总数是没有变化的，它只不过是地上的鸽子数量就少了一只，对吧？树上的鸽子数量就增加了一只，但是总数它是维持不变的，还是 T 加 G。他说了，这个就是从这个地面飞到这个树上，飞了一只鸽子过去了之后啊，这个时候，这个地面上的这个鸽子数量就是整个鸽群数量的三分之一。就说这个地面上的这个鸽子数量就等于鸽群总数的三分之一乘上一个三分之一，就等于这个地面上的这个鸽子数量。而这个地面上的鸽子数量，这个刚才已经说了，它是 G 减一的，这是地面上的鸽子数量。而这个鸽群的这个总数是 T 加 G 的，对吧？所以这个 T 加 G 再乘上一个三分之一，就应该等于这个地面上的这个鸽子的数量，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题目的第一个方程。再来看它的第二个方程，我们就来根据这个题目它的第二个已知条件，那来列它的这个第二个方程。他说，如果说从这个树上有一只鸽子飞到了地上，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树上的这个鸽子数量和这个地面上的这个鸽子数量是一样多的，那就是有一只鸽子从这个树上飞到地下之后，飞到这个地上之后，那么树上地上这个数量就是一样多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时候就是说有一只鸽子从树上飞到这个地上之后，这个时候树上的鸽子数量是多少？因为你飞走了一只了嘛，那就等于原来的这个树上的鸽子数量再减掉一，这个就是飞走了一只之后这个树上的鸽子数量。再来看这个地面上的这个鸽子数量，它就等于这个地面上原来的这个鸽子数量是 G， 是吧？这个我们题目啊，设它的这个设的这个第二个未知数，就是这个地面上原来的这个鸽子数量是 G， 因为它有一只鸽子从树上飞到了地面上，所以它就增加了一只鸽子，所以最后它的这个鸽子的数量啊，地面上鸽子数量就是 G 加一。然后这个从树上飞走了一只到地上之后啊，这个时候这个树上地上的这个鸽子数量是一样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树上的鸽子数量 T 减一，对吧？这个 T 减一就等于这个地面上的鸽子数量，地面上的鸽子数量它是等于 G 加一的，所以这个树上地上的鸽子数量就相等了，也就是说 T 减一就等于 G 加一。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题目的这个方程二。这样我们就根据这个题目的这两个未知数，是吧，就得出了它的两个方程。它这个题目啊，你看啊，它两个问题，对吧？它有两个已知条件，
所以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列出两个未知数，是吧？用这两个未知数来代替这两个问题。如果我们这个题目它有两个已知条件，那我们根据这两个已知条件就列出了刚才两个方程，那么两个未知数我们就列出了，我们就有两个方程，对吧？两个方程。组成的这两个未知数，两个方程组成的这个方程就正好能够解去这两个未知数，对吧？两个方程，两个未知数，我们就可以得出确定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题目的这个方程组，这个方程组里头的 t 它指的是这个树上的格子数，g 是指的这个树下的格子数，也就是地面上的格子数，那么有了这个方程组，我们就可以解去这个树上的格子数，也可以求出这个树下的格子数来，那么就回到了这个题目的两个问题了。欢迎点击屏幕上的订阅或关注按钮，也就是英文 subscribe 按钮，也欢迎转发或分享、点赞及评论，谢谢观看，再见。